此刻，让我们光荣地开启最后的告别典礼，让你们做最后的告别发言，走向属于你们各自的花路。火箭少女101，徐梦洁，请你做最后的未来宣言。开始了，这我自己写的，我们都是自己写的。首先，谢谢这两年里走过的所有故事，从我身边走过、留下过、帮助过我的所有人，也感谢曾经的自己，造就了现在的我，让我拥有站在金字塔的机会，拥有认识姐妹们的机会。今天我们迎来了毕业，幻想过无数次，当真的时间到了的这一刻，我会跟这场两年的梦幻之旅说些什么呢？我最想说的，希望大家一切安好。现在就把我最珍贵的记忆在此刻永远的封存吧，他们是那样的美好耀眼，未来我一定会勇敢往前走的，追梦之旅永不停歇。姐妹们，我们明天还是要见的哦。火箭少女101，小彩虹徐梦洁，再见。徐彩虹，以后请多多指教吧。徐梦洁，请走向属于你的花路。